这个饺子已经包好了，剩下的就是包云吞了。小暖男去煮馄饨和饺子，等水开了才能放进去哦。好，要滴一点油，滴一点油在锅里面。前面我煮的时候不是还有，我那个水没倒啊。好的，慢一点吧，等它浮起来就是熟了。可以开大火一点，大火一点。圆圆刚才已经吃过那个馄饨面了，现在帮我跟猪妹妹煮。慢一点啊，浮起来就代表熟了啊。那等一下你在家还是跟妈妈一起吃，去那烧烤那个地方？烧烤那有啥？有水吗？有水喝呀。有河边吗？没有河边，就在那个工地那里，以前妈妈带你去过的呀。去吗？还是在家？那你在家休息嘛，反正你又不能吃烧烤，你眼睛还没好。放完了吗？开大火一点没关系。那我等一下吃完东西带妹妹去不？我带妹妹去吃烧烤，一下子就回来了。还有一点点馅就包完了这个馄饨。皮的话也稍微有点多，这里还剩。猪，干嘛？饺子好吃吗？嗯。哥哥煮的不？好难吃。有点咸啊，是不是哥哥放酱油放的有点多了？嗯。那等一下喝点水。这个饺子跟馄饨已经包好了，放在这里冰冻。这边满满的。完成任务，现在过来收拾一下厨房这边，把这些碗给洗了，然后就带小孩子出去玩一下，去搞烧烤。先滴这个，然后隔十分钟之后再滴这个，先把这个盖起来。一会你喝一包这个啊，知道吗？喝一包这个药，这个早晚喝一支。来滴另外一只眼睛啊。这里漏出来了。不，没事，等一会再查。你要。把眼睛睁开，往天花板那里看，看天花板上面。我一滴你就想笑。我滴一下。睁大眼睛。不是让我擦一下吗？那找纸给你擦一下。来。嗯。这个眼睛特别红，就是我滴的时候你就一直擦擦擦，不能用手去戳它了，肯定红了，肯定没有那么快好了。来，两个眼睛都要滴。嗯，你这里有一点。这里有一点点岩石，擦一擦。OK， 睁大眼睛啊、哦，往天花板上面看。对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掉了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不要了。我以前都不敢滴眼睛的，我好怕的。我有一滴，我就笑，我跟你一样。往上看，眼睛往上看。嗯。你这眼睛往上看。我之前滴过那个。还没滴你就笑了，你头要昂一点，头要昂一点。啊，就是。眼珠子往天上看，眼珠子往天上看看。来，猪妹妹做一个动作给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猪妹妹眼睛往上面看。快来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就好了。滴进去了。这样子也滴进去了。嗯。这样子滴进去都没有滴到多少了。看有一边停，不能用手去戳它吗？还有，你不要传染给我，传染给我，等一下我也。这种肯定会传染的，你看小玉都有了，乐乐也有了，小玉都要有个过程的，他过几天就会好了，小孩子都要有个过程的。乐乐传染。那你冲那个喝，冲那个喝啊，冲一包那个喝，自己倒暖水。先放这个还是先倒水？都可以，你先放嘛，先放了再倒水，冲一点点水就行了。那你在家睡觉吧，在家休息一下。我跟妹妹出去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这才是真正的烧烤。这个呢，嗯，这种烤的其实比外面烤的还好吃。火有点大了，都滴油了。是不是烧烤，不是烤。
他家没来，在家睡觉。今天买这个黄牛的。黄牛的。嗯。这是黄牛的牛排啊。24啊。那还挺优惠的。你敢问问你啊？下雨了，等一下更加凉快。真的没得了。啊？好要转眼。我没出来过。下雨了，好凉爽。你想要什么孜然咯，辣椒粉咯，你泡就全部在里面了。啊，现在就是一包搞定。夹呀夹走啊。吃得饱。摆在外面这么多人，你关了。再烤虾子、鸡翅、牛排、五花肉。香香的。还吃不吃？不吃了。好久没进工地了，轮胎没扎了。倒车的时候扎了一个挺大颗的钉子。我看一下，好大一枚啊！哎呦，好大一枚钉子。哦，要补胎才得了。要补那个蘑菇钉喽。可以，你帮我搞好就行了。嗯，我普通的不行嘞，不能偷。刚刚下过雨的天气没那么热了，挺凉快的。哥，我要去后面那个药店那里去买凉茶，你跟我去吗？跟了，那走吧。我们俩走路去买凉茶。哎，你上火了，你看，都有我这么高了，到这里了不？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了。等那个车赶好先，回去你还要滴眼药水哦啊，你的眼睛还是红红的，这头还要擦药，洗完头就要吹干头发，知不知道？长大了，我儿子。卡着来，往这里开过。哎，慢一点吧。我妹妹也跟着来了，我们去买凉茶，买凉茶。对，前面那有个药店，我们去那里买一点凉茶。